一个传奇，每期一位神秘讲述人，每天一段乐坛风云。今天的讲述人是，用激情演绎爱的纯美，用歌声展示音乐的力量，这就是世界经典音乐剧《妈妈咪呀》中文版女主角影子的魅力所在。今天，影子又带着自己对于音乐的独特理解，做客音乐传奇栏目，讲述海豚音王子维塔斯的精彩故事，分享美妙乐曲背后的优雅品味与细腻感悟。大家好，欢迎收看音乐传奇，我是今天的传奇讲述人影子。本期我继续为您带来海豚音王子维塔斯的传奇故事。80后出生的维塔斯在网络上被中国年轻的一代歌迷称为维塔斯教主，他用一系列特立独行的大胆举动彻底颠覆了美声和流行歌手的传统形象。他在舞台上时而散漫，时而激情的表演让歌迷们疯狂，他的招牌微笑显得有一点点邪，但正是这一点点的邪气让维塔斯有了令人着迷的魅力。2007年6月，中国的演出市场最热门的话题莫过于俄罗斯海豚音王子维塔斯。是的，维塔斯来了，他首次登陆北京舞台。维塔斯亚洲巡回演唱会北京首演即将在人民大会堂隆重拉开帷幕。之前并没有媒体山呼海啸般的狂轰滥炸，但演唱会门票却在演出前2周就已早早售光。维塔斯等于他其实现在等于在内地其实歌迷非常多，我也听说这票卖得非常的好。然后这个有趣的是，他其实之前他完全是通过网络流行起来的，所有人基本上都是看过一个他的视频，他的一个 video 在网上流传 video， 反正就被他这种魅力所感染吧。新疆满大街都在放他的 MV， 他的歌，因为是都是通过哈萨克斯坦那边流传过来的。当时新疆特别流行，就是刀郎那个时期红最红的时期，其实新疆最红的反而是维塔斯。Я возвращаюсь в детство, мимо пролетаю дни. Я 细细品味无意天使的歌词，像品味一首典型俄罗斯风格的小诗，纯净的透着哀伤。维塔斯的演绎也恰与歌词的意境浑然一体，他的声音如此纯净，尤其是高潮段的咏唱如月色一般冷冽如水而直指人心，听来有一丝丝的心痛划过。
这位俄罗斯国宝级天才歌手，除了五个八度的高音外，最出名的就是他的笑容和神秘感。面对记者的提问，他依然是沉默，只用微笑回应。在晚上的彩排现场，大家更是感受到了这种神秘感。原来八点的彩排，十一点维塔斯才出现。他拒绝了记者们的拍摄要求，并走到了台下的角落拒绝彩排。维塔斯最擅长的就是自己的歌唱，他优美的嗓音就是传达情感的最佳方式，而他讲话并没有唱歌那么好，我们必须把最好最完美的一面带给歌迷。他保持神秘，这是他的一贯作风，走在世界各地他都不接受别人的专访，任何一家媒体都没有做到过。就是我们在做宣传的时候，其实是要给他提要求，他有一个极限吧，只能是跟媒体有一个亮相拍照，仅此而已，其他的好像就没有了。包括上次我们形容他不会，他说话的声音都是做了那个特殊处理的，不是他的真声，像太空人的声音。对，所以这种神秘每一个细节都做得很足。Я твое повторяю имя по ночам во тьме молчаливой, когда собираются звезды к лунному водопою. И кажусь я себе в эту пору пустотою из звуков и боли, обезумевшими часами, что о прошлом поют поневоле. Я твое повторяю имя по ночам во тьме молчаливой, и звучит оно так отдаленно, как еще никогда не звучало. Это имя дальше, чем звезды, и печальней, чем дождь усталый. Мне так страшно казаться часами, что о прошлом пою поневоле. Повторяю имя по ночам во тьме молчаливой, полюблю ли тебя я снова, как любить мы умели когда-то. И какой любовь моя станет, будет чистой и светлой, я знаю. Мне так страшно казаться часами, что о прошлом поют поневоле. Я твое повторяю. 他有着俊美的面容和如电的眼神，他独特的嗓音可以横跨五个八度，可以在男女声中自由转换，堪称声音魔术师。他以强烈的神秘色彩引起媒体和公众的极大兴趣。他还是成功的时尚人士和时装设计师。他就是来自俄罗斯的海豚音王子维塔斯。有人说，维塔斯的走红和演唱会票房的火爆，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特意营造的神秘感带来的吸引力。不管是神秘氛围造的势，还是维塔斯本身的魅力吸引了中国的观众，总之维塔斯在中国火了起来。
这次中国之行虽然也出现了一些被怀疑之类的小状况，但维塔斯还是感觉到了中国歌迷的热情。于是时隔六个月，维塔斯二度进军中国，再掀狂飙。北京演唱会从开票以来票房一路飙升，短短几天已经逼近了200万，加上票房同样火爆的上海、广州和深圳三地，维塔斯第二次中国巡演的票房总和已经轻松突破了千万大关。维塔斯这个80后的歌坛奇才再次赢得了中国歌迷的认可。Лебедь мой, он был лишь мой, он был зимой, со мною лебедь мой, а весной он загрустил, я отпустил. Лети, летит он над облаками, чужой он среди людей, ты любовь не трожь руками и не стреляй. Лебедь мой, он был ручной, он был земной, со мною лебедь мой, золотой последний снег, лети для всех, лети, лети, он над облаками, чужой.维塔斯除了唱歌，他也演话剧、拍电影、电视剧。在戏里，你可以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维塔斯。Динамит. Я надеюсь, это муляж? Ну, само собой. Я сказал Аполлярь Павловичу, он заменил. Все нормально, это муляж. Муляж. Муляж, прекрасно. Да. Илья Петрович, вот нашел зад декорации. Как там оказался этот муляж, абсолютно непонятно. Подождите, так что? У ляпы в руках настоящий динамит? Илья Петрович, куда вы? Илья Петрович, осторожно!
круто! Только я не ожидал, что вы так быстро и так резко. Молодец! Мне понравилась ваша идея. Давайте-ка снимем еще один дублик, а?2009年，维塔斯加盟中国古装电影《花木兰》剧组，出演一位歌者。据维塔斯经纪人介绍，对于从歌手转型为演员，维塔斯表示，小的时候更喜欢表演，希望有更多电影方面的涉猎。因此，当经纪人提出去中国拍电影的时候，就很爽快地答应了。亲爱的朋友们，真心感谢你们的爱戴和关注，我爱你们，你们很棒。只是维塔斯依然是不接受任何媒体采访，在记者再三要求下，维塔斯总算是坐到了镜头前，但所有关于影片的问题全部由工作人员代为回答。他是俄罗斯人嘛，然后说中文有点困难，讲好就是说是用俄文，然后那个在后期再配中文的，但是维塔斯觉得他本人应该作为是一部中国电影，他本人就坚持要说中文，对，会有一些中文的一些对白，所以电影里面出现的声音都是维塔斯本人的声音。天宇已经擦好了，留下来侍奉我。
他有着俊美的面容和如电的眼神。他独特的嗓音可以横跨五个八度，可以在男女声中自由转换，堪称声音魔术师。他以强烈的神秘色彩引起媒体和公众的极大兴趣。他还是成功的时尚人士和时装设计师，他就是来自俄罗斯的海豚音王子维塔斯。两次巡演之后，维塔斯爱上了中国，也爱上了中国的歌迷。他开始在中国忙碌了起来，各种各样的领域的活动，有电视台的、体育界的、服装界的、电影界的，忙得不亦乐乎。维塔斯的经纪人谢尔盖说，我认为中国的观众是对维塔斯最真诚最热爱的，所以我们来到了中国，我们尝试着努力着在中国的每一场演出上与观众见面。我希望维塔斯在中国能非常的流行，非常的让人喜爱，成为一名在中国最火最红的明星，哪怕有一个小机会也不放过。大冬会是青春的节日，是全世界年轻人的盛会。哈尔滨承载着全世界青年的梦想，也迎来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今晚所有的语言都将在这里唱响和谐世界。首先我们要看到的是来自俄罗斯的著名歌手维塔斯与世界花样滑冰冠军组合庞青、童健共同演绎的《飘飘天籁》。Только словами не сказать, что из всех светил тех, что я любил, только луна тебе подстать. Крикну клином,说在2012年春节档上映的中国电影《一夜成名》中，维塔斯将出演国际巨星。这次不再是打酱油的，戏份仅次于男女一号。在电影中，海豚音会与中国西北民歌产生碰撞。维塔斯说，影片中自己是本色出演，希望大家通过镜头欣赏他的不同表演。Пустота. Моя душа как будто вся в иголках. Куда же делась красота? Я разрываюсь от тоски.Куски.
вокруг меня плывут потоком и ударяют словно током. Обрывки непонятных мыслей о ком-то очень одиноком. Я разрываюсь от тоски. Я разлетаюсь на куски.错过了11年的舞台辉煌，无论是名和利 ，Vitas 都已经尽收囊中。但是，我们看到他的脚步没有做任何的停留。除了他天籁般的身影 ，Vitas 还希望以他的服装、他的电影，也许还会有话剧、音乐剧等等，来征服世界。相信 Vitas 会带给我们更美丽的传奇。感谢收看今天的音乐传奇，再见。